回靠近母亲。郭鸿飞甲金夫人一向恶名昭彰，风姨的囝要哪是伊的？你是叫做五哩？是。你先起来。多谢母亲。母亲离开的时阵，你敢知影你有偌大？伫手的第一抱。那呢？你哪会知影你的乳名叫做五哩？是不用害你中大圣人的奇妙，甲害你讲的。你的奇妙是甚物啦？是我。金夫人，别出笑。咱曾经有淡薄仔过节，也毋过，迄甲李国柱无关。今日为着李国柱林家的代志，将咱的过节暂时放下，你想啥款？当然会用。金夫人，你是伫倒位啊？发现着五哩？为什么你哪会知伊的乳名叫做五哩？又安怎？你哪会知影讲伊是我的囝？李国柱。
被提起伊嘞，小公主，我讲的拢是真心话呢。虽然你外表看起来顶无无情，不过其实你的心温柔又搁多情。这份实在不应该背弃你。对对，这这。吃那么多叫鸡仙草，比那还袂好。这是你的先天太弱。既然叫鸡仙草，我都治疗你的病，
看起来只有无山止息动的灵丹仙药才会当治好你的病了。也不过就算说有乾坤镜的救济，无山之主也是无可能温顺别人去开止息动火。无山之主是什么人？无山之主就是明月国主，伊的名叫做李流芳。金夫人，你无用无力，二十五年，算起来也费了未少的心血。我要哪会用个平白无故，就爱你将我的囝教训我？看你要爱什么条件，所以你尽量讲就是。我讲出来的条件，惊你唔答应。你的台湾，我永远拢会藏在心肝内。任何的条件，我都会答应你。你是要爱什么？我什么都无爱，只要明月国的乾坤火镜，我就知影你一定会唔甘。金夫人，我将乾坤火镜送给你。也毋过宝剑无伫我遮，是伫咧我的红婿苏道飘的手中。目前我的红婿正在闭关修炼万宝佛，只要你等到明年的五月初五，我的红婿若是出关的时阵，我会说好将乾坤火剑送给你。好，咱就安尼讲定，明年的五月初五。我到明月国取乾坤火镜。方姨，既然乾坤火镜是明月国祖传的宝物，为什么你要送给金夫人呢？我已经讲了，任何的条件我都要答应。以我国主之尊，要哪样的言理无信？方姨，你已经找到五年了，要完成你多年的心愿啊！你心还搁伫咧叹气咧？小心，随你缘分无见啊！方姨，你是一再的迷惑迷的上天迷的心哦，是迷恋啊，假使你若是我的囝，不知要多好。其实我已经会当找到五年，就该满足啊，也无应该搁再苛求遐尼啊多。
非刚才是小人心不一定雪生你甘愿意对方你倒回来明月国住一段日子多谢方你的好意我不愿意去我要代母报仇也得找找我阿弟而且我也未放心的美女跟小友高中派表哥去永城办代志，伊拄好去一个月，我逐天拢伫庄头等伊倒转来。小雅，表哥，表哥，表哥，你终于倒转来啊！我真想你呢。我嘛是真想你。真实的啊？当然是真实的。我离开厝一个月回来。我一天没想你，所以我事情一办完就看回来看你。表哥，你既然一天若没看到我，你就会想我。我记得哦。记我？嗯。好是好啦，啊，不过你有个囡仔。嗯。等你大汉再讲。等我大汉了，表哥一直无提起要娶我的话，分明是已经变心了。起初，我也以为伊是为了林玉玲，后来又因为伊是为了费仙子，我即马才知影，伊是爱上王氏。小姐啊，小姐啊，红姨讲哦，你带咱转来秋阳村，我袂转去。我要找阮表哥，当面问伊，王氏有啥物可爱嘛？红玲，啊，拜托你，你找我来找阮表哥。这，要安怎？公主，唔准我甲因讲，白雪生已经死啊。白雪生甲因小弟。原来是查某的哦，啥？恁两个这么好歹，恁娘竟然甲你万人走无冲白雪星来戏弄本公主！哎呀！慢车，慢车！公主啊，这拢是一个误会啦，你放伊煞啦！你是啥物人？我叫做王丽啦，是真真正正的查甫人啊！你绝对不是你万人中的呢！本公主这样。你怎管你是查甫还查某？你敢？拜见公主。是你，是阮阿娘派你来的信。是，公主亲自已经找到五里少爷，请公主立刻回明外国。公主，咱莫阁管白雪星的婴仔事啊啦，咱也是倒转来去明外国。纯粹我无想要阁管白雪星的婴仔事，不过我心肝内还阁牵挂一个人伫个，所以我无想要即马转去另外国。你心内牵挂人是啥？萧天平。啊？哦。Oh,
不应该搁再瞒骗伊，应该坦白甲伊讲，白雪星已经不在人世了。你在听什么？不听，你没事。大哥，你以为我已经死在千江高头上？可惜的是，我不但没死，而且连线了海源技术，今仔日我是要替阮阿娘报恩仇。大哥，白白庙绝对不是小公主害的。将军，别担心，小宝无想要输五个家亲，所以绝不还手。乾坤国家的人是金武林。